生命就像个圆圈圈，越靠近终点，反而越接近起点。回来唯一的理由，是想再见到您。用着泪，动作稳定再用力。阿公，啊！你等一下要先歇啦。干水小的。班长一句，又一句，干。我是干什么？身为班长，以身作则，讲什么台语？老李，老师，我真的不适合当国语推行员。你嫌夸小了，看你讲的没办法。夸小了，午休时间闭目养神的。刚刚六句，继续。如果你不想要抓班上同学讲台语，你就抓我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帮我？你老爸嘞啊！干了我倒霉去！再夸一句，我可以说谎吗？毕竟啊，一定是该丘淑芬对吧？淑芬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一定要一致。我在这里啊，淑芬。若是能再多一点点。小芬啊，你知道你以后要去美国念书的吗？我应该要再等你的，可是我只能选择离开。宋文，你想啥？班长，你喜欢我吗？所以我真正想无诶，你到底是咧惊啥？如果能早一点收到，也许很多事情都会不一样。我可以说谎吗？你怎么可以丢了谜语给我，告诉我那是谜语，骗我绕地球三大圈呢、啊？班长。等你好久，像谁给我的卡片都要用你的。凝视你在我心上，如果喜欢就是一种记得，我会永远永远记得您。